干露露而做小三断正，被打到毁容啊！吓死我！你打我啊 ！Marry me, baby。真难选。唉，露露，你唔沟呢三个咁高质素嘅江南 baby， 都唔好做小三咁委屈啊嘛！日前喺北京一间 cafe 见到一个疑似系你嘅人，同大概三十几岁嘅有妇之夫依入，被大婆踢爆足筋，于是刮咗露露，露露块面被搲死，面红毁容啊阴公！更加爆嘅系，影低嘅网民透露，个男人竟然推开老婆，维护住露露添啊！之前露露在微博抛出盛开的花朵，满面春风，拍紧拖又有几期啊？但今次饱受啲咁嘅打击，露露嘅妈咪就唔肯回应，唔知露露可唔可以坚强面对，企翻起身呢？